哈子荣你好，来看黄老师写。第一个一，写竖钩撇点小。第二个撇横折钩点竖折折钩横，这个是鸟，小鸟。在天上，刚刚黄老师听你说小牛在天上，这个是牛，不是牛，牛奶的牛，牛奶的牛，所以是小鸟在天上，不是，不是小牛在天上，小鸟在天上。谢谢，再见。